印尼正在举行当选总统普拉博沃的就职典礼，一起来看看现场画面。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他今天将在雅加达印尼国会大厦举行就职典礼。新总统的就职仪式将会在位于雅加达的国会大厦努山塔拉大楼举行。根据官方的安排，仪式将会在当地时间的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正式开始。目前，当选总统普拉博沃正在步入会场。根据今天大致流程和内容的安排，今天的就职仪式内容包括了任命印度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尼扎将会主持仪式，另外普拉博沃宣誓就职总统，而吉布兰将会宣誓就职副总统。另外还会签署就职文书，与离任的佐科和马鲁夫交换座位。普拉博沃也会将在稍后发表就职演说。而根据印尼官方披露的消息，这次就职仪式有30多个国家的政要或代表会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以及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等都会出席。